本件虫珀戒指属天然净水料金珀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，金珀内有一只雌性绒小蜂。绒小蜂分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上讲，凡是在绒果子房中生长发育的寄生性膜翅目小蜂总科昆虫，统称为绒小蜂。绒小蜂科 Agnidae 昆虫，也就是狭义的绒小蜂范畴。科研上，一般学者所指的绒小蜂就是狭义上的绒小蜂。除了传粉绒小蜂之外， 绒果内还存在着大量的非传粉绒小蜂，榕树高者可达40到50米，大者可独木成林。但与之息息相关的绒小蜂只有2到5毫米大小，很不起眼。全世界约有榕树750种，每种榕树有专一的传粉绒小蜂和1到30种不等的非传粉小蜂。这些绒小蜂在绒果的不同发育阶段拜访绒果，并产卵寄生于绒果的雌花子房里。 无论绒果内寄生着多少种绒小蜂，它们发育到达成虫期的时间惊人的相同，就是在绒果内雄花开放的那一天，所有的绒小蜂也羽化为成虫，离开绒果开始新的生活周期。此颗虫珀戒指除有一只绒小蜂孕育绒树生生不息外，尚存远古的红色植物，破花爆美，特别的简约美丽，椭圆弧面流转出不一样的珠宝时尚。 强调优雅的现代美，跳脱古板老气的琥珀饰品印象，无任何人工优化处理，另在紫光灯照射下会呈现出正常荧光反应，支持第三方检验，值得珍藏。